呢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认真生存的第十九集。对，十九集。今天呢，后面好像有一个，是什么东西在动啊？哦，是个人呢、欸，有人在动。嗨，嗨，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是我们的来宾交界，耶、yeah ！就让我一定要塞到就对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地狱，对，要去地狱了。因为我们建筑需要一些地狱的东西，像石英啊、荧光石啊，还有什么？好像就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需要去地狱。地狱。先把地狱门盖起来吧。地狱会有历史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。bug 吗？好不好吃哦？也不一定啊，有些地狱会有其他东西的历史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采集石英，还有岩浆块，还有荧光石，还有去看地狱堡垒吧。我没带火把吗？没看，没关系啊。带火把。对，精装。好。搞事。我不要给你啊！为什么？我在打僵尸。你有杀什么奥特曼型的？历史啊！僵尸猪往上升去了，我只发现它飞到岩浆而已。好了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喂，僵尸猪人，僵尸猪人，真的假的？我自己先把鱼秒了。哇！哦！在哪里？救我！哦！快点救我！你在挖我的那个、啊？岩浆不会让僵尸猪人生气的。那我可能就是我不小心打到他了。不是啊，是我打到他，然后我逃回现实。真的很那个，你好像不生气。真的。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你要放弃吗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杀僵尸。我要逃离我。八分坚持不够。好，小僵尸猪人，我烧粉。哎，用雨泡在岩浆里面。好啦，那各位，这里之后就会是我们的超大的窗户，
然后我们雏形差不多是这样。那交接案我会再待久时间继续改这样子。那别忘了，这只是一栋而已哦，还会有第二栋。是的。好，那我们这最一开始啊，才刚改。然后不要射我。不要再弄我了。只可以用弓箭射我而已，那你射不到，好痛哦！射我，射我，PK，没见识了啦！想打我是？PK。PK。我也是流血，我也是地方都不。干嘛？射太刚好，射太刚好。好啦，那今天这集要差不多到这边啦，之后会找一集去探索地狱堡垒，那我们就喜欢我的影片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按赞分享，然后追随 FB 和 IG。 好的，拜拜。